本节目由祝你开启美好一天的蒙牛早餐奶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增强胃动力乐享美食的马丁铃赞助播出。各位游客，过年到了，请戴好你的随身物品，等来。两碗肉花300块钱。几个？我叫王传霄，今年59了。店的名字叫王氏豆花肥肠饭，以豆花为主吧，就一个调料，一碗豆花，饭足面天。媳妇儿，她叫袁婷花，我们2006年开始。在我家里有做豆花，豆花和调料一起吃。把最后的海椒裹到饭，那才是最好吃的。福林的豆花饭，标配是烧白和肥肠。为了这碗豆花饭，开车要开多久公里？这是家乡的味道，反正就一个字好吃啊！两个字好吃，人才真的是，两个字巴适。一般我们3点钟左右起来，5点半都开始营业嘛。我们一起各人做各的事，花很少。我都是电豆花，一米饭主要是他的地。感觉它的软，里面软了就不行了，都很怕很怕。不腻不好吃，太多了，水蒸起来很软呐。就要它散一点，吃坨坨吃粑粑不好吃。一米的米汤打豆子，豆花细了一点。清了，没有浆了就行了。好热哟、哦！这就是炸嘛，压炸，炸得干嘛，它还不起花嘛。这个是它的老嫩。啊对，嗯，我们这会儿吃的有嫩，皮子都一滑，还有嫩的鸡了。我们吃豆花都是吃佐料吗？就好这一口，调料不好吃，豆腐也不好吃。我们这边就吃辣嘛，麻辣。好的，浇一些，去了。刚开浇面，油辣子、青椒、花椒、蒜米、姜米、葱，这一根大概有20几种。根据每个人的喜好，福建人嘛，都觉得油加热油都非常香。两个都是老板蘸的调料。这个调料里面嘛，全是油，就不会觉得很油腻。那你这是以油攻油啊？哦，我就要一份豆花饭。哎，说多少？我们要3碗了。好好。70元。收到。我们都是介绍的，那是我24嘛，他21，养都没得，耍了1年都结婚了。
开始做起生意不好嘛，慢慢慢慢的客人固定了，生意好了，你找了钱呢，想法呀都多了，都不一样了。包括我们慢慢慢慢就变了嘛。我的追求很简单，在店里买我住了回来，在家里想躺一下我就躺一下，想睡一下就睡一下。他一般都不跟我一桌好多，我爱打牌呀、喝酒啊，出去旅游耍会儿啊，一般的喊他其他都不去。你一起时间久了，都互相的觉得都跟他还不合，不是很难，对吧？但是出于那种家庭和婚姻那种嘛，将就。不说那些。我们到了这个年纪，我就想回到二十几岁，看这个合不合适。在小事方面、大事上面对你关心嘛、体贴嘛，你的感受得到是吧？我体会不到这些，所以说我心。不是很喜欢打扮，肯定没得吃。九笔，哇、啊，这个是丸子，四万。你不相信？哦，妖姬嘛，妖姬嘛。这打麻将可以的。一般。哦。